我下去。哎，他，哇，他瞬移，哇塞！抽的时候要看波吗？不用，抽的时候不用在场，抽的时候不用在场。重复一遍，抽的时候不用在场，抽的时候呢，你下线啊，关游戏都可以。啊，都可以。啊，中的时候呢，你到时候可以来看重播，因为我会公开抽。如果有300的话，我们差一分钟了。各位，我觉得是有点困难的啦，是有点困难喽。各位加把劲哦，成败只在一瞬间哦。下次就可以找你的朋友同学，赶快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他进去了。我刚才楼上还是楼下？地雷，他小多，而且他这个地雷招式好瞬间哦。睡觉真的很会跑。早一点的话，大家在上课。那大家到底是什么时候有空啊？另外一只在哪里啊？假日，今天不是假日吗？抽抽卡人不用在啊，可是没有500人，没得抽啦。你没有看到跟他对战的那只，对枪的那只？哟，楼上，看到。下去，哎，他，哇，他瞬移，哇塞，他瞬移。我说你网路是不太好，出来一次我就可以帮你们除了周卡的部分。我听到了，他没有在米杀，还有人，这边，这一间，他在哪里？楼上吗？对，应该在楼上。哎，啊，没丢好。你看到？还有一只，
应该在车子那边。好，没有，我看到他。右边。他没有我要两口。不可能，他应该还没跑出来。我要打人很痛哦，他 那把枪。打太龟了吧！这一圈好像有点痛，我看他身上有没有我要的东西。哎，有有有，人，他没发现我。他很够吗？没有，他没很够。不算有人吗？没有。应该是没人了吧？楼上。是楼下。好少，剩一只啊，那应该在楼下没错啦，24个凝胶应该可以吧？先推进啊，10个上去。他在楼上啦，好，过来了。OK。周卡不能取消吧？我记得不行啊，你就是一次就是一周啊。当然你也可以不领，就是你假设你储值，假设你是自己储值周卡，然后你自己储值周卡之后呢，然后你就是不要每天上线。你就不用领了，这样就领就反正你也领不到钻石，这样就算是取消了吧？我觉得这样算是取消吧，对啊，应该算吧，对啊，应该算吧，我觉得应该算，对啊。观看人数可以再低一点嘛？下次我调低看看啊，下次我调低看看，但是下次的话我就调，不然下次我调，明天我试试看，不然我明天有空的话，我不确定明天可不可以开直播。我明天试试看，就是。